常之歡迎咧，大家今日咧就係嚟到啊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長李慧思見面會。我係今日活動嘅主持，我叫做伍家軒，大家好。你哋想見到邊個啊？你覺得係乜嘢令到你而家咁叻咁成功？你哋有冇真係好熱愛一樣嘢嘅時候，可以分配到一啲時間？咁其實我讀書又可以讀得很好嘅，咁但係咧，踩單車我都可以踩得很好嘅。我哋有一個目標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可以做得比人哋更加好，兩邊可以平衡咁樣發展到。在座的運動員，即使你們屆時不是一個全職的運動員都好，都要努力讀書和要做運動。